又叫六合二路拳。此拳套路较长，演练时应注意做到心与意合，意与气合，气与力合，此为内三合。手与足合，肘与膝合，肩与胯合，此为外三合。动作时心意为先，行力相随，刚柔相济，虚实分明。指当锤，穿掌，少林六合门属于北少林啊。少林呢主要是主刚，就比较刚的啊。这传递的这个是由河北刘师镇传给川州刘德宽大乡刘德宽，由刘德宽传给赵新洲师爷，赵新洲传给我的老师万籁生，湖北万籁生。我老师学了六合门，然后再学了罗汉门、自然门，他把自然门的这个练功方法、内家的方法融入在少林六合门里面，就体现出不是单单的刚了，是刚柔兼之了，是吧？有刚有柔了。像我表演的六合拳啊，就不像少林了，百分之百的纯刚了啊，已经变成有刚柔兼之啊。用自然门的方法，自然门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？是吧？嘴巴闭着，呼吸以用鼻子，眼睛看着对方两眉之间，就是看着对方印堂穴，手手打身，腿腿踢身，意为在小腹，就是自然门的这个练功方法。